世界木工师傅专用的木工尺子，看看师傅更喜欢哪一款。十，这是一款木工梯形化线尺，家中做橱柜的时候，脚尺不是长的就是短的，咱不可能带一整套脚尺。这个梯形尺能解决一切问题，角度任意调节，可伸缩可折叠，铝合金材质，携带方便，工作效率也提升了不少。九，据说这是一位老木匠研究的电子竖琴角度尺，不管内角外角各种角度，用它一卡，立马出结果。装修用画线画图用，切割测量角度用，特别方便。八，恩恩怨怨，这人生的道场，来来回回为名利而奔忙。多少少七，干活时用卷尺画线太麻烦了，可以试试这个带定位滑块的钢尺，定多少就画多少，两面都是激光刻度测量精准，防摔耐磨，木工瓦工都能用。六，这款是多功能三角尺，铝合金加厚的材质，坚固耐用，精度高，刻度清晰，自带度数换算，画出来的角度也是非常准确，不管画线还是画圆，都是又快又标准。五，我也他静静的铺满了这条街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。四，现在木工师傅都在做二合一五孔工艺，打压螺丝找定位还得画线，很麻烦。现在很多老师傅都在偷偷用这种二合一螺丝定位尺，拐尺上面的孔位模块可以根据你需要的螺丝间距随意调节，拐尺前后都带有中心刻度线，方便定位。拐尺长度70厘米，不用时候还可以折叠起来。三，二，这个脚尺太不一般了，多功能组合脚尺，可当做水平尺使用，随意调整角度测量，90度也带水平，内置了一个画线针，45度画线，功能非常强大，价格不贵，非常实用。一，经常现场做柜子的木工朋友，这一种靠山是不是你一直在找的？这一个靠山最大甲板宽度是125厘米，可以根据板材的宽度灵活运用。这个靠山前面有一个快速定位夹，然后需要固定靠山的位置，发一下这个快速定位夹，一秒定位，夹得很紧，不会松动。拿掉靠山的时候也很方便，一秒拆卸。不管